san siddhi hom om guru ran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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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san siddhi hom。我们在谈莲花生大师所讲的话，他的第三句话是不生不死为谛，不生不死为谛。这个不生不死很难解释，但事实上我们行者到了，境界到了，就知道的。他这一句话是领悟很高的一句话，有很深的哲理在里面。我们看这个娑婆世界啊，你眼睛看过去，众生皆有生，众生皆有死，哪里有不生不死呢？但是你在进一步的更高的境界里面，你看所有的众生，生跟死是平等一味的，平等一味的。我以前讲过，生啊是死的开端，死也是另外一个生的开端。也就是说，你出生的时候啊，你不过你的生命的元素啊，进到一座房子里面。你死的时候啊，是离开这一座房子，然后又搬家，又进到另外一座房子里面。所以生死是平等的。在我的眼中啊，看娑婆世界的众生，我讲过啊，都是古人，古人呢、啊，也就是说，也不只是古人呢、啊，因为我们所有的人呢、啊，可以讲都是古董。我讲的这个古董啊，只是你外形上你是新的，内在的都是古的，因为你转世了好几世了嘛，你已经转世好几世了，你转来转去，转来转去，都是在转世的过程当中。六道轮回，你不过是在转世，在一世一世的转化。一看过去啊，哇，原来都是古董，都是很有价值的。都是很有价值的，每一个人其实都是古董。一看过去啊，哎，原来你以前活在日本呢、啊，说不定你当过日本天皇。这个都是一种转世的过程嘛，历代的当中啊，你都转界过的，都是在转界，都在轮回，在轮回当中。那么我讲生死平等，生跟死既然是平等，那么莲师讲不生不死，表示他的境界已经到了很高的一种领悟，一种开悟的境界。生死也不过是一时的现象，生也是一时的现象，死也是一时的现象。在过去啊，你便没有这个新的生命，便没有出现过。死了以后啊，这个生命啊也就消失了，也就消失了。这只是外形上的，本来就没有生死。这个解释本来就无生死，也就是讲说啊，在53年以前根本就没有卢胜彦了。再过几年以后啊，也不会有卢胜彦了，也不会有卢胜彦了，也都不存在了。这个也是不生不死的一个解释。
只是暂时的幻化，暂时的幻现而已。有人讲啊，这个现象就等于是说一个月亮啊，在虚空之中，那么它照到这个河流里面了，河流里面也有一个月亮，那么这个月亮一消失了，好像是说它已经走了，这个河里面月亮也没有了。所以人生啊，如同幻象，幻这种幻啊，显现出来的湖里面的月亮一样的，这个也是不生不死的一个解释。所以对生命透彻的观察的话，真的无生也无死，不生也不死。在领悟更高深的来讲，在领悟深的人来讲，更深更广的，它有它的佛性，它应化到世界里。像师尊来讲起来，阿弥陀佛，他的佛性是阿弥陀佛，他这一次应化就变成卢胜彦。那么他前几世也应化，他变成莲华生大师，莲华生大师也是阿弥陀佛的应化，莲师也是阿弥陀佛，莲华生大师也是阿弥陀佛的应化，是阿弥陀佛的身，释迦牟尼佛的意，观世音菩萨的语。莲华生大师也是阿弥陀佛的应化，无量寿佛。所以很奇妙的，舍利佛也是阿弥陀佛的应化，释迦牟尼佛旁边的两个大弟子目犍连是药师如来的应化，舍利佛是阿弥陀佛的应化。特别在阿弥陀经里面呢，这个释迦牟尼佛特别讲阿弥陀经给舍利佛听，这三者之间呢都有因缘的，三者之间都有因缘的。还有很多阿弥陀佛的应化呢，无数量的阿弥陀的应化，阿弥陀佛一直在加持他的应化身，在娑婆世界度众生。我们问阿弥陀佛有生有死吗？当然没有，他是无量寿佛，无量寿是很长远的，也就是说他的寿命呢是无量的，无生无死的。那么请问他的应身有生有死吗？当然也是无生无死，不过是他放一个光照那个娑婆世界一下而已啊，他再把光收回来，哪里有生有死？没，无生无死。这个无生无死为谛，不生不死为谛，这是莲华生大士本身讲的话。这个就话就是很深奥了，很广博了。娑婆世界的众生啊，为幻象所迷，认为人有生有死，真正的真理是无生无死，不生不死的。无量寿佛放一个光出去，再把光收回来，哪里叫什么生死？没有啊。所以卢胜彦也是无生无死，不生不死，只不过是阿弥陀佛把光收回来他就走了。莲华生大士是阿弥陀佛的应化，舍利佛是阿弥陀佛的应化，卢胜彦是阿弥陀佛的应化，不过是在转化而已，在转变而已，都是放个房子而已。你了解这个，对生死无忌。 Om Mani Padme Hum。